好，到下一个，前阵子的这个 Nintendo Switch 健身环非常非常的夯，好像还卖到缺货，不少的网友就问我说，哎，这个东西呢，不晓得实质的这个健身效果，不知道健身效果到底怎么样，是不是除了好玩之外呢，它同样可以在一个时间之内消耗我们的卡路里，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实测一下这东西是不是又好玩又有用，那我们就实测一下。讲真的，我早就想玩看看这个东西，是吗？对啊，但是好像真的买不到，对不对？对对对，这是最刚好最近有买到，很赞。哇，哎，真的会比较快，有，这样真的比较慢，啊，真的比较快，哎，快快快！这个要空气炮，你发的空气炮，耶、yeah ！可以转转向，你可以调整怎么样发射空气炮哦。哦，哇，哇，你用小箱子，我要水，好、哦、真的要打箱子。哦，太困难了。小现在是要把门打爆吗？哎，哇，你好猛、哦，意思。快快快快快！欸、所以说这个强度是可以自己决定的喽。那这个，我朝下这样。哦，那就得要求推进哦。该再来秀一段。哎呦哎呦，哇，你个钢铁人啊！哎呦哇，嗨哦！记得吗？我来到那里，准备好了。真的吗？哦。就是那种感觉。哦，吃一下，哦哦哦！我一直飞着，我持续，哇，你要飞翔状态，有意思，继续，钢铁人飞翔，这秀就你大哥，哇，飞好久，来吸一下，吸一下，吸点花，哇，你好优雅，我感觉吸力全开。哦、很舒服、哦，来吧，用生理姿势将作为的运动转变为经验值吧。生理姿势啊，他有他的生理姿势。缓缓蹲下，提深蹲之力，深蹲之力，直全身 ，Victory！ Victory！ 可以可以，好嘞 ，Go！不得不说，这动画是做得很不错，没错。这个角色算是精壮型，算是很壮，都没有动，世界会灭亡。你看，所以说肌肉男可以拯救世界。哎、欸，对，是这样的，没错嘛。肌肉男要拯救世界吗？指环王要出现了，看看你们这肌肉男都用蛮力解决问题，释放了这只，我靠，释放了这只东西，就是你们肌肉男弄的，是什么东西啊？哇，你看这个是什么？巨大的肌肉魔兽，这个就是哎。练得很好，长得不帅，就是这样。虽然现在至少看起来很强，没错。虽然说他长得多拉弓，啊，他就是多拉弓啊，对，应该是吧。所以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打完多拉弓嘛。哇，你要打完多拉弓，我这个感觉是可以玩那个，这是让你玩到一个礼拜，玩个一段时间的哦。今天就玩三小时来感受一下，对吧？我想跟多拉公交朋友，他感觉很懂一些肌肥大的东西，跟他请教一下。是哦。哦，怎么有狐狸？啊，飞一下。
哦，太慢跳了。哎呀，哇，还可以这样子。哦，我要提早跳了，不然太晚。这是喷很用力、啊哦。不是，它压着就好了。哦，记得哦，飞起来的时候压着就好了。正确的姿势才不会。OK。我要跟你说，膝盖不要超过脚尖。哎哎。哦，我觉得这个可以叫妹来过关。我觉得妹应该很强吗？她徒手蛮强。第一次用深蹲在霸凌一个小动作，他怎么只有挨打的份？他应该要设计一些防御动作了。真是我嘞！对啊，有防御，腹肌防御，防御，哇塞！换这个。算是比较用这个次数来达到效果吗？概念。对，其实它有点像这样撑着，然后 hold 住。这样算是耐力吗？耐力。它的训练方式相比于健身房比较不算肌肥大的，对不对？比较没有肌肥大的效果。是肌肥大，比较偏肌耐力。爆发力的话，等一下看看。好。这关我直接高速冲刺到底。可以可以可以，赞哦。肥了，有，只要高抬腿，好的，快，有要打小，有爆击，要开始了，不不，手部可以作为领十分。小怪就难打啊！那杜拉宫，你要跟他大战一小时，我看。哇！要防御，要防御。好，防御，腹肌防御。哈哈，你腹肌防御力很高。姿势。膝盖还要这样子弯曲，哎 ，sorry， 慢慢动，哦，太快了，辛苦了，该累吗？我的背已经爆汗了，好，跑起来，来吧，继续跑。哎，哈哈，我不要下去了。哎，完蛋，跑完了，胜利动作。那你也现在了解胜利动作。Victory！ 我燃烧多少？这样37，相当于一杯无糖豆浆。哦，我要去找杜拉宫了。杜拉宫竞技场。
三秒休息。感觉很棒。跑起来了，跑起来了。我要攻了。来坐，不行，真的。来，等下交个朋友，交个朋友，一起练啊。哇，超猛！游泳，哦，他看起来是下肢速度训练哦。哦，上肢那么壮，真的。来吧，接球。哦，再来，你要跟他对决。都做过了吧？好，第一次。来，这椅子姿势的训练效果是什么？臀腿、肩膀、核心。怎么样是稳定的训练？要这个，要这个。好，来，用健身动作打怪。蛮新潮的。来吧，攻破龙王力吧。因为你这个要压住它，你腹肌也要用力嘛，才顶得住。基本上，对。双臂推动。哇，我真是一只手揍他。很棒啊！杜拉峰，一起健身吧。不要再危害世界了。来，跟我来三剑客。哇！那我先看，我要摸，你看下去哦，这个汗，真的，这不是假的，这是真的爆汗，哇，真的，哇！好来啊，用深蹲制裁你，哇，跟天王一样帅啊，哇，他29下深蹲哎，然后都是这种这么慢的。也要防御了。走。哦。好。这个节奏还蛮快的哦。我开始怀疑一件事情，是不是？我是把他打完之后，这两只狗飞走，他说我要再新的动作。没错，应该是这样搞的。游戏真的是很爱用这种剧情。很好。他们说什么？哼，怎么算你好运？我刚练完伏地挺身，现在很累，不想跟你打，然后重新再走。没有你完全剖析他的台词。等一下搞不好真的这样讲。这个语音很乐观，他一直在那鼓励你，每做一下他就给你鼓励一下。很好，很棒哦！真的，很棒哦！可以，可以，加油！好，能用防御，哇，你这个强度真的是很高哎。走。哇！那个摆正没错。哇！又要继续了。防御！怎么？你被打倒了？那结果倒的是我。
不愧是多拉弓。该现在这个路线要怎么样？不知道他那个多拉弓的关卡出现一个惊叹号，感觉我刚是不是那个腹肌防御没有防御好，然后失败，所以现在还要再打一场这个多拉弓关卡。但是我们现在玩到现在，好像大概玩了一个多小时了，也蛮久了。我要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休息一下。我喝点东西，补充一下热量。多拉弓，不要跑，我喝个东西就来找你。哦，该健身环这样玩起来是不是也蛮累的？哇，我老实说，这东西就是玩起来比我想象中的累很多。该那你现在要喝什么？我想要喝一个我刚在楼下超商买的矿泉优质蛋白牛乳。哇，一瓶20克蛋白质。哦，你看巧克力口味，巧克力牛奶，我小时候的最爱。我小时候最爱两种口味，巧克力牛奶，另外一个是麦芽牛奶。哦，先来喝一下这个低脂牛奶啊，低脂的回味一下，好好喝哦，喝起来就是这个小时候的味道，巧克力味很浓。哦，赞，就是我很喜欢那种巧克力的味道跟牛奶的结合。该那你赶快休息一下。它上面乳清蛋白，然后跟酪蛋白，补充一下蛋白质，补充一下这个光球。赶快喝一喝，我们来继续来对付杜拉公了。大家喜欢的话，赶快到你们家楼下超商看一下有没有卖光泉优质蛋白牛乳。休息完上妆，上妆继续挑战杜拉公。好，杜拉公二次看起来怎么样？看起来怎么样？活像像个勇士一样，对，有一点那种活像在里面的角色一样。啊、真的吗？你只差头发没有冒火而已。来吧，杜拉公，我跟杜拉公二战。这一次要把它解决掉了吗？当然。就会不会这一次你还是被打倒？哇塞，那他真的很强。好了，先来个深蹲压制。好，来深蹲算你的强项吗？负重深蹲算我的强项。深蹲呢是一个髋主导的动作，对，就是说你在做这动作的时候，你的髋、你的腿先向后走，然后再下蹲。对，它不是一个膝盖主导的动作，应该说这个关节都是环环相扣的，它就像一个齿轮一样。就你一个髋在动的时候，你其他足踝啊、膝盖其实都是跟着动，对吧？髋向后，下蹲。腹肌防御，这几天防御住。好，刚好就是因为没有防，是这样吗？我再想一下。我感觉是快有点没力了。不会，你跟我有那个矿泉牛奶的加持。哦，厉害。哇，又来了，又来了！吗又要摆一个健美 pose， 又要选关卡。我知道，今天刚好练腿日，练腿日，我今天就用深蹲来制裁他。一直是这感觉蛮累的，很酸的感觉。有没有发现我前面坐到后面已经快讲不出话了？我已经开始在注意呼吸了，很喘。
用，你知道吗？不然就GG了。对对对，你做多少没防御好都没用。哎，怎么了？又倒了？又倒了？这发生什么事？而这边就是要让你多打几次断弓了。对对对，我发现一件事情。怎么样？我发现他每次过一次这关卡就会升等，对对，然后攻击力跟防御力就会增加。哦。所以说这东西也要练等级，然后我要一直重复这样练。练到高等的时候，防御力变强，攻击力变强，有可能才有办法达到多拉弓。哇，但可惜还是没能击败多拉弓。哇，可惜还是没有办法跟他成为好朋友，带他去健身房一起练。但我们今天这样子玩了一个半小时，而且讲完这一个半小时，大家看我到现在还在喘，然后衣服都湿润了。对，你觉得很累，对不对？觉得很酸，像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做到中间的时候，肩膀就真的很酸，然后深蹲那个也是啊。而且他很讨厌的一点是，我以为他深蹲是从你下蹲就开始酸，没有，他要你下蹲至低一点，盯在那个地方，他才开始算那个时间机器条，真的是很累很累，真的有练到心肺、耐力跟肌力，但是局部肌力啊，我感觉背好像差一点。不知道他这个有没有办法再多做一个背的动作？可能后面有一些其他的技能，其他的真的吗？哦，有可能，有可能游戏之后有。如果有玩过或是破关什么的，后面有什么新的动作、新的姿势或技能，可以稍微透露一下，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其他部位。因为我刚刚看他上面好像说什么40种健身动作吧，但是我刚好像才五种而已。然后循序渐进解锁，对，应该是哦，我还在那个新手村打怪哦。哎，那你觉得这个健身环，你今天这样粗略的体验下来，你觉得跟在健身房运动比较起来有什么差异？如果说跟我在做像是徒手塔巴塔，其实差异没有到很大，就是有些动作有些动作没有而已。但如果是以健力或者是负重肌肥大的话，就差比较大一点。毕竟这东西它毕竟只能局限在就是压跟外展这个动作就比较吃到肩膀啊，你往外拉就比较吃到肩膀。那你如果你在上面夹的话，也是吃到手臂跟肩膀，然后往前夹的话，可以带到一点胸。那如果你要用它来练二头，这样哦，这样有没有有一点点？不过跟哑铃的那个重量比起来，还是差蛮多的。所以说去健身房做负重训练的效果，当然还是会比这个健身环好，但是如果你是连健身房都不去，只想要宅在家里面的话，又想要玩游戏，然后又想要训练，可是不想去健身房，那其实有做这个还比你只坐在座位上好非常非常多，至少你有动到，其实有一点运动的。但是对于肌肥大就比较没有办法有太大，肌肥大没有办法，对吧？好，那这是我今天的健身环初体验，我觉得不错，真的不错，有达到运动的效果。好，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先到这边，有任何问题欢迎在下方留言，也别忘了按下订阅跟开启小铃铛哦。我是健盖，我们下次见，拜拜。